在乎。独立空中机动旅残余部队放弃装备和武器，在沿岸附近逃散，多达80人游着过河，俄罗斯军人没有向他们开枪。8日，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·科纳申科夫表示，乌克兰军队在顿巴斯遭受重大人员损失，仅在解放斯维亚托格尔斯克的3天战斗中，乌克兰军队的损失就达300多名民族主义分子、6辆坦克、15辆各种类型的装甲战车、36门野战火炮和迫击炮、4个冰堡多管火箭炮装置和20多辆汽车。拿下斯维亚托格尔斯克，俄军通往斯拉维扬斯克的大门就打开了。从对斯拉维扬斯克发起进攻到真正控制这座战略要地，俄军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以前的马里乌波尔，现在北顿涅茨克，战斗时间都是以月来计算。但俄媒对此并不着急，绍伊古的计划变得清晰，利西昌斯克和谢维尔斯克，然后是斯拉维扬斯克和临近的克拉马托尔斯克。俄罗斯军队采用了一种新战术，有条不紊的战斗。俄罗斯自由媒体9日评论说，报道称俄罗斯军队在顿巴斯战役中使用了一种新战术，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证明了它的有效性。有条不紊的战斗是法国人发明的，目的是消灭寡不敌众的德军。报道称，该战术的精髓被归结为3个方面：火力优势、防御力量、有条不紊。它的特点是作战节奏缓慢，这可能是俄罗斯在顿巴斯的进攻缓慢但果断的原因之一。而乌克兰守军已经精疲力尽，以至于他们的防线日复一日的倒塌。斯拉维扬斯克的战斗是整个顿巴斯之战的缩影。随着战事的展开，乌军显得顾此失彼，小的胜利却无法扭转大局的不利。9日，乌军重视的北顿涅茨克也传来坏消息，俄罗斯在关键城市接近获得里程碑的胜利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日报道说，乌克兰东部城市北顿涅茨克的争夺战仍在激烈进行。当地官员表示，俄罗斯现在控制了该主要城市的大部分地区。